说什么永久，什么大以后，在现实生活里没有不朽的传说。在生命中我还有一点点感动，曾经在你梦中我也曾经想拥有，你在想什么？妈，我吃不下了。还剩下一点，赶快吃掉。嗯，吃不下就不要勉强他了。每次都你把他宠坏。妈，我要去做功课了。要拿什么？没有啊。好吧，去吧。这孩子这几天不知道怎么搞的，老是怪怪的，真让人担心。你老是疑神疑鬼的，吃你的饭吧。摩斯拉。吃完了，我再去拿啊！赶快吃啊！婷婷，你
在跟谁说话？没有啊，妈，没有。你藏什么东西？没有啦，我什么都没有藏啊。真的没有？真的没有。我不信，我要检查一下。妈，妈，你不要检查了。婷婷乖，让妈看看啊。妈，我真的什么都没有藏啊。是蛇，不过不是真蛇，而是一条玩具蛇。爸，本来就是玩具蛇嘛。胆子这么小，害我吓一跳。李博士，你估计一公分的捕用量，其生长速度能有几倍？500倍。能不能再增加 ？RNA， 它是环绕在细胞核的细胞质当中。若用高能量的电流刺激其环绕速度，它就可以 double。丁博士，植物实验完成，马上进行 B 计划。是。什么 B 计划？这是国家机密。我有权利知道，我是设计人。局长，你是在利用动物做实验吗？我反对。这是既定的政策，我要撤回我的设计案。这是首相批准的，你无权驳回。我们是为解救地球的饥荒而设计，不是为场生物战争。丁博士，我希望你能够尽速完成。是。首相会颁发你勋章的。我不接受。局长，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李博士，我季春，你听我说，不要这样子嘛！我要退出。你退出后想干嘛？跟我一块回美国。我怎么？有困难？丁博士的志愿，希望我能帮他完成。算了。我不了解你的心态。这是一项伟大的发明，可以带来一个恐龙时代。季春，他们会控制的。我希望他们能够控制。谢谢。李子章，我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啊，好。丁博士，什么事啊，米斯林？这是植物实验报告。R19生长激素的成长已经可以达到300倍了。哦。这些年来我们辛苦的心血没有白费，核子试爆破坏了地球的臭氧层，使得自然生物不平衡，半个地球陷入了粮食不足的恐惧中。但愿R19生长激素能够带来农业的革命。丁博士，我们现在已经有300倍了。R19生长激素一发表，一定会造成农业的大革命。我真希望我们的动物实验可以成功。但愿如此。
丁博士，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。丁博士，这只青蛙如果让它成长300倍，不知道会成什么样子。植物可以成功，动物就不一定了，因为动物的抗体排斥作用还是很大。你放心好了，丁博士改变了方程式，排斥作用将不成问题了。准备把R19生长激素的方程式输入电脑。我已经准备好了，丁博士，只要你一开始，我立刻输入。好，我们开始进行第二项实验。是。米斯林，把青蛙送入箱内。是。输入方程式。好的。作用。哇，变这么大！是啊，丁博士，我们终于成功了，实在是太棒了！我们真的成功了。依照方程式，第二阶段可以快速成长300倍。第三阶段，如果能够透过强力电流的话，可以成长500倍，甚至于1000倍。是真的吗？丁博士，是真的吗？干什么呢？走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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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，是我们快走吧，丁博士，我们走，那方程式怎么办？你把方程式跟实验箱带走，你把情况处理掉。是，把这里所有有关的资料全部烧掉，快！啊，好，我去帮你拿资料。
好车子爆炸了，我们还是晚了一步。没关系，这实验箱经得起高温。走，我们下去找。封锁一切新闻，不要让任何人接近他，同时要搜索106高地，关闭707研究所。是。他生死不明，如果有他的消息马上通知你。那方程式找不到。你们的安全戒备太差了，我们会找出歹徒的。找他们有什么用？人都死了，他们都是我害的。早知道我就不提出涉及案。首相要召见你，我说过我不会接受的。你要顾全国家利益，继续研究。我顾虑更大的问题啊。你不爱国？不，我更爱好和平。摩斯拉，这个箱子啊就是你的家，你以后就住在这里。你喜不喜欢啊？摩斯拉，你好好的睡，我要去做功课了。哎，这里有个灯泡，我帮你打开啊。Yeah.
你不要乱碰嘛，万一给妈妈知道了，那我怎么办啦？你要听话，不然我就不要你了。乖，快点走嘛，摩斯拉！摩斯拉，你长得这么快，我们家里你又住不下，你暂时住在这里好不好啊？摩斯拉，我知道你不愿意住在这里，可是你住家里迟早会被发现的。摩斯拉，我会替你找一个新窝，在我还没有替你找到新窝之前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，好不好嘛，摩斯拉？你有事吗？我是本市警署的邵探长。你们为什么不准我检查707研究所？707研究所是军事单位，我只接受军方检查，不接受警方检查。局长，我身为探长，为了维护社会治安，我有权知道707研究所到底从事哪一种研究。邵探长，我负责整个国家的安全及机密，707研究所从事哪一种研究，我有权保密。警方曾经接获情报，今天早上有歹徒多人突击707研究所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研究所有多少人伤亡，歹徒又是些什么人？警方情报有误，707研究所非常正常，没有遭到突击，也没有人伤亡。既然没有人伤亡，为什么要关闭707研究所？整修内部。你可以掩饰，但是我告诉你，我迟早会查出707研究所的内幕。你可以尽量的去找，我也可以告诉你，707研究所绝对没有内幕。今天我们再上水一次。婷婷，可以了吗？可以了，走了。我们高，害我都接不到。摩斯拉。
这条大蛇一定跟R19生长激素有关系。依你看，我们现在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？我们要尽快追查那条大蛇和小女孩的下落。他们没有抢走方程式？没有，我记得十分清楚，在车子坠崖的那一刹那，我已经把实验箱扔出车外，而19方程式我放在实验箱里。如果你们案发后及时赶到又封锁现场，我相信他们并没有任何机会把方程式抢走的。范中校，哟，你清理106高地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实验箱？没有。报告局长，我搜遍了106高地的一草一木，没有发现实验箱。R19生长激素是707研究所多年研究的成果，万一R19落入了恐怖分子手中，我们将陷入万劫不复。范中校，哟，全力追击恐怖分子。另外，你再到106高地做地毯式的搜索，务必找回方程式。是，你们好好给我找。是，听到了没有？听到了。小女孩找到没有？没有。不过，安全局正在搜索106高地，我肯定方程式也不在安全局。对对对对对，安全局也在搜索106高地。安全局当天曾封锁106高地，现在又回头去搜索，显然林秀如把方程式给遗失了，他们呢没办法再回头去找。R19方程式目前隔别屋向我们出价2000万美金收购，安全局找，我们也找。至于目前林秀如生死不明，我们要查一个清楚。走。怎么样，有没有消息？没有，我查过全市大小医院所有的资料，没有707研究所送医急救的伤患。一定有，安全局不会以707研究所的名誉送医，换个方式再查。林秀如，我们资助你在哈佛物理研究所进修，主要就是让你接近李博士，因为你是李博士的女朋友，我们让你加入他的707研究所。一旦R19方程式研究成功之后，你要尽快地给我偷出来，到那个时候我们黑手党就可以控制全球的粮食供应，那整个世界都要听命于我了。我没有把方程式偷给他们，要不然的话，全球粮食落入黑手党的手中就不堪设想。喂，我是邵探长。汤子明，你在哪里？我在阳明医院，我已经查到707研究所送医的伤患，当天下午2点钟住院，使用的名字是 Helen 林，真实姓名叫做林秀如。你确定是707研究所的？我确实调查过。我马上来，你等我。我是警署邵探长，林小姐，我们来拜访你是想请你告诉我，707研究所到底从事哪一类的研究？3天前研究所出了什么意外？什么是707研究所？林小姐，我们调查过，你是707研究所的人。不是，我不是707研究所的人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是707研究所。林小姐，
我刚刚出车祸受伤，我好累，希望你们不要打扰我。嗯，我没有打扰你啊。你已经打扰我了，我好虚弱，请你们出去，我要休息了。林小姐，我们的意思，你出不出去？不出去的话，我要按铃了。好好好，我们走。唐子明，走吧。哦。他不承认他是707研究所的人。他不承认，我会要他承认的。子明，继续盯下去。是。林秀如在106高地坠崖，方程式不在那里的话，会在哪里呢？报局长，关于这一点我也一直很纳闷。范中校，哟，106高地有几户住家？报局长，有3户，我查过，一户姓曾，一户姓胡，还有一户姓唐。嗯，哦，林秀如已经出院了，刚刚出院，正在办出院手续，给我盯着他。乔佐治也报告，在106高地附近发现了一条大蛇，这可能和 R19 生长激素有关。这种种迹象显示，林秀如并没有死。江峰，你负责找林秀如，找到他之后，一切就自然水落石出了。是。江峰，林秀如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记得。记得就好。秀如，R19的方程式呢？郑中他们突袭707研究所，我本来已经成绩拿到方程式了，可是我不幸翻车坠崖，我住医院，方程式也遗失了。林秀如，你很聪明，也很大胆。翻车坠崖，这是你固步一阵，瞒天过海，你骗不了我的。没有，我真的没有，我遗失在106高地，刚才我还去找过，没有找到方程式。是你真的没有找到方程式，还是你私藏了方程式？我真的没有私藏方程式，我可以发誓，我真的没有。林秀如，我们要你潜伏在707研究所，就是为了等这一天。你为什么没有拿到方程式呢？我，你交不交方程式？我真的没有方程式。林秀如，没有方程式，你就跟我回总部，要不然的话，我就送你归天。我真的没有拿方程式，我求你不要送我回总部，不要送我回总部，我求求你。哼，林秀如，你少跟我演戏，把他带回总部去。我不要回总部。
就打死你！李仁杰，趴下！追！林小姐，快，林小姐，那你怎么办？我能应付，快走，探长，你保重，林小姐，我们快走。江峰是黑手党的职业杀手，他一入境我们就注意。他是怎么会找上你的呢？他黑手党是杀人不眨眼的组织，你怎么会惹上他们？我是被逼的。被逼的？五年前我在哈佛进修时，母亲不幸在一次车祸里丧生，父亲又中风，江峰帮助了我，资助我完成硕士学位。那时候我不知道他是黑手党的。当李博士邀我回国加入707研究所时，他们就露出了真面目，威胁我要我替他们弄到 R19 方程式。 R19 方程式，这是李博士伟大的发明。R19生长激素可以使植物的生长提高到300倍，甚至1000倍。这次农业大革命可以解决全球的饥荒。难怪，安全局总动员在搜查，黑手党歹徒也不择手段。林小姐，你现在处境很危险，我有责任保护你的安全。真的没有看见一个透明白箱？没有，绝对没有。这个透明白箱对我们的国家，甚至于对这整个世界都非常的重要。如果你发现的话，希望你能够尽快通知我。这是我的名片。温局长，久违了。唐先生，透明箱对本市一样重要。如果你发现透明箱的下落，也请通知我。邵探长，我告诉过你，这是我们安全局的事，不劳你们警署费神插手。707研究所丁博士被杀，R19生长激素下落不明，整个事件牵涉到恐怖组织，杀人、抢夺、损毁以及公共危险，这件事跟我们警署有关，我当然要插手了。你很厉害啊，三天不到你竟然能够将707研究所查得一清二楚，高明，你很高明。安全局有安全局的情报，警署有警署的线索。温局长，要不要我帮你缉拿凶手归案？我不放手，除非找到真正的凶手，我是绝对不会放手。怎么回事啊？我也不知道。我不能让他们知道我拿过这个白箱子，我明天去丢掉。婷婷呢？怎么没看她吃早点？大概在房间，我待会儿去叫她。
那天大蛇所救的小女孩就是他。哦，有这种事。对对，他手中的箱子很像啊。不错，是丁博士的实验箱，我去把它拿过来。怎么是个空箱子？没有方程式。这方程式应该跟箱子放在一块儿才对呀。方程式一定在那小女孩手上，找她。哎，老大，小女孩有大蛇保护，我们很难对付啊。九六，我还以为你已经安全局封锁一切消息，不让我对外联络。昨天我偷偷的溜出来，找不到失落的方程式，歹徒又在家里埋伏。季全，我两次死里逃生，我怕歹徒会找你，你要小心了。歹徒怎么会知道我们的研究计划呢？这个计划我这计划只有极少数人知道。秀茹，我一直很纳闷，在哈佛时你父亲中风后，你是哪来的钱继续进修的？季川，我对不起你。你怎么会加入他们呢？他们知道我是你的女朋友，他们先帮助我，再威胁我，如果达不到方程式就杀害我父亲。季川，现在我父亲已经过世了，我再也没有任何负担了。秀茹，我实在不应该提出这个射击案来连累你们。我已经订好了后天的机票，我们一道回美国去。R19生长激素已经实验成功，你难道不想进行实际的农作栽培吗？饥荒一直是人类的苦难，我相信有一天人类会克服饥饿，但不是因为我的发明。那你可以跟首相建议重新改良啊。没有用，野心要比饥饿更可怕，它一直主宰人类的战争。我不是宗教家，所以我没有办法跟政治家谈空的哲理。
奇怪，一大早跑哪儿去了？婷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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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奇怪，怎么这几天一大早就不见人影了？门怎么开着？婷婷，人怎么不见了？婷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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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大的事！嫂子会咬死你的。爸，他没有毒，他不会咬我，他是我的好朋友。过来，过来你。爸，他是我的好朋友。婷婷，他怎么会是你的朋友呢？爸，我养了他好久，他是我的朋友，他叫摩斯拉。你养猫养狗，妈都不反对，我不准你养蛇。爸，他很可爱，也很善良，你为什么不准我养？婷婷，为什么不准我养？蛇好恶心，妈说不准养蛇，就是不准养蛇。摩斯拉不臭，也不恶心。妈，你不相信，你可以过来抱抱看吗？你听话，妈妈说的没错，爸爸也不赞成你养蛇。是吧？我求求你。想要干什么？不干什么。赶快把方程式交出来。我不懂你们在说些什么话。不懂？把那小女孩抓起来。嗯嗯。来，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滚！滚！滚！菊花瓶来了，快准备好。今天给我，我是晨钟，呼叫雷鸟。我是晨钟，呼叫雷鸟。我是雷鸟，晨钟，您位在哪里？我们在106高地左下方，巨蛇非常厉害，
赵云计划继续进行，派飞机去攻击，通话完毕 ，over。照这样耗下去啊，那条蛇一定越变越大。连高压电都不怕，怎么办呢，老大？等一下飞机来对付巨蛇，我们见机行事。要是逼不出方程式，抓了小女孩就跑。嗯，铁牛，西瓜皮，先去开车。哦。婷婷。婷婷。在那里。婷婷。摩斯拉，坏人已经跑走了，你可以放我下来啦。太危险了，不要再接近他。哎呀，爸爸，你不知道啊，刚才他打走了坏人呢。爸爸说不行就不行。他还救过我一次。婷婷，爸爸是为了你的安全呢。可是好了，我们走。走。哎，摩斯拉，不要害怕。你走了，摩斯拉。不知道有什么方程式。你女儿扔掉一个透明的实验箱，方程式一定是你们拿的，否则蛇怎么会变大呢？快交出来，不然的话，真的，我没有骗你们，我根本不知道有什么方程式。不要跟他们啰嗦。哎，你们干什么？求求你们放了他，摩斯拉！摩斯拉！快走！爸妈，放开我！摩斯拉！走！婷婷，婷婷！不要笑了，我们赶快打电话报警。放开我，摩斯拉！他们一定会报警，我们分两路走，待会在西区的星光大厦会合。什么？谭先生，你不要紧张，警方马上出动，一定会救回您的女儿。好，子民，组长，突击707研究所的那三名凶手已经出现了。哦，他们绑架了唐国宁的女儿唐婷婷。通知所有单位，封锁106高地来往通路，追缉那三名凶手。是。不要吵！停车！把家伙给我。走。出来！出来！干什么？走！麻烦你把驾照给我看看。
检查什么啊？可能在抓通缉犯吧。下车，转过去，把手放在引擎盖上。他们一共是三个大男人，一个小女孩，一定是我们要缉捕的恐怖分子啊！哎，我们不是，不要狡辩了，押走，走！哎，你们要干什么嘛？小妹妹，你走开，他们是坏人。哎、走了，上车了。哎，警察先生，我们又没犯罪，为什么要我们上车呢？爸爸，乖啊，爸爸啊，他是你爸爸，蛇，上车。爸爸，蛇啊！快走，快走，好大的蛇！啊，请把驾照给我看一下，探长。你看那些恐怖分子不会溜掉了吧？我想不会吧。快走，刷屏往左转。小女孩呢？在车。铁路局停开呢？有啊。
高局长说。早知道通知空军炸舌，也许可以避免这么大的损失。范中校，有，尽快通知有关单位，全力抢救。是。GK 报道，昨天水坝大桥出现一条巨蛇，造成空前大灾难。巨蛇弄断了大桥，并破坏水库。一辆正通过大桥的火车坠入河中，目前下游地区一片汪洋，灾情惨重。详细的生命财产损。邵探长，这条巨蛇被洪水冲走，我想，它是不会死的。它的生命力真有这么强吗？对。它经过 R19 生长激素的惦记，它是水火不侵的。我们现在面临了三个棘手的问题。第一是如何阻止这条巨蛇进入市区。第二是 R19 方程式的下落。第三是小女孩落入歹徒的手中。依你看，这名歹徒他叫程中。当天就是他率领歹徒突击707研究所，他手段残忍，性格阴冷，他绑架婷婷一定是有企图。邵探长，你一定要小心应付他。嗯，鲍局长，凤凰水坝被巨蛇破坏，目前下游一片汪洋，赶快全力救援，降低损失到最小的程度。铁桥中断，目前疏散可能受到影响。不会，你尽速动员空中直升机队和所有军车抢救下游居民，并且开启第三疏洪道，尽力的配合救灾小组。还有问题吗？嗯，关于住的问题嘛，可以借用北区各级学校，洪水淹没粮食吃恐怕有问题啊。通知全国军队每人节省一天的主副食，24小时连续运送到那里。这次的灾难我们军方要负起善后的责任，这是责无旁贷的。不知道那条巨蛇是不是真的死掉了？派人潜入海中调查那条巨蛇的生死。是，局长。还有，如果那条巨蛇还没有死掉的话，那就赶快派潜水艇趁它昏迷的时候把它消灭。这条巨蛇掉进大湖里会不会死啊？ R19 改变它的 RNA， 增强它的生命韧力，不怕水火，也不怕枪炮。那怎么办呢？他如果再出现，灾难会更大的。那你就告诉局长，唯一的方法就是分散他的注意力，在他的磁场消失的时候攻击。嗯。你打算什么时候来美国？季川。走。我想留在国内进行农作计划。哦，你被他们说服了？不，我是自愿的。从哈佛到现在，我一直猜不透你的心。女人心啊，真是善变。你胡说。你叫吧，就算你叫破了嗓子，也没有人会听得见。我偏要叫，我偏要叫，摩斯拉，摩斯拉，摩斯拉。
蛇又出现了，进入大都会的西区。好，我同意把它消灭。石油公司切断油库和瓦斯的管路，避免造成人员的伤亡。立刻通知空军，随时待命。一旦接到命令，全力支援。巨蛇进入西区，击垮高压电铁塔，波及西区油库，整个油库爆炸。目前西区正陷入一片火海之中，损失惨重。有关单位正极力抢救。巨蛇朝向市中心前进。本台呼吁西区市民尽速疏散，以维护生命财产的安全。莫斯拉，快来救我！这消息，美国。他进入市区，军方会出动飞机、坦克车杀他。你乖乖的告诉我，方程式到底在哪里？你这个坏人，就是有，我也不给你。嗯、我自然有方法让你交出方程式来的。我就是有，也不交给你，我偏不给你，我偏不给你，我偏不给你！再嘴硬，我就揍你！这条巨蛇这么厉害，巨蛇正朝着星光大楼方向前进。你说大声点，什么大楼？报告探长，是星光大楼。星光大楼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子民，我要赶去星光大楼，你也赶快到现场军事指挥中心，阻止军方在人质未救出之前不要攻击巨蛇，快去。是。你赶快通知战车连，一定要全力的阻止他。是。快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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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伙居然追过来了。叫我就把你嘴巴给封起来。范中校，哟，马上通知空军司令到太平洋大楼来一趟。是。哎，有没有看那个小女孩？哎，有没有看到一个小女孩？哎，在哪里？这是顶楼，摔下去会粉身碎骨的。我不要，我不要。不想摔下去，快点告诉你，方程式在哪里？我不知道。不要，不要啊！通话完毕。报局长，刘司令到。刘司令，你看，好。刘司令，现在是我们攻击的最好时机。大楼里还有人吗？应该没有了。好，副官，我要动管基地。是。我死啦！我死啦！还哭？我数到三，你再不说，我就开枪。我根本没有什么方程式，没有。战斗机立刻升空，执行三号指令。你不说，我送你上西天。想不到今天你会落在我手里，把枪放下。反正战斗机已经出动了，等大楼爆炸，我们就会同归于尽。啊，局长，被恐怖分子掳走的唐婷婷在那个大楼里面。什么？这个时候？求求你们，救救我女儿！求求你们！来不及了，空军已经出动战斗机了。不行啊，我女儿还在大楼里面。哦，对了，少探长人现在也在大楼里。局长，可不可以通知空军暂缓一下攻击？不行，我们不能再错过了。这是攻击最好的时机，万一让蛇溜掉了，会造成更大的损失。可是，空军如果发动攻击的话，少探长跟婷婷怎么办呢？不行，绝对不行！你们这么做等于是谋杀我女儿啊！Thank you.
有想到你会栽在一个小女孩子手里吧。妹妹，你很勇敢。我是警署邵探长，我带你离开这里。唐先生，你们快点过来看。
这下我就放心了。他们平安的逃出来了，太好了。我死啦！我死啦！我死啦！你不要去吧！我死啦！我死啦！你不能死啊！我死啦！造成最大的灾难。我现在才知道科技力量的恐怖。局长，那707研究所的计划是不是就让他跟摩斯拉一起埋葬吧。这一拳是为了无辜的生命。